感情哎。嗯。行死如生。你是说都是那个人做的？我想应该就是他吧。我知道台湾只有一个制琴师傅，他以前也是学音乐的。有一次他肩膀受伤以后，他没办法继续拉小提琴，所以就来做提琴。因为他说，他希望能创造出更多优美的声音。来，两位，喝点饮料。谢谢。原来你已经知道我的故事了。因为他学过小提琴。哦，是吗？嗯。来，那你多看看。谢谢。老师，可以拿那把琴给我看吗？这把琴吗？嗯，可以。再过两天，我就可以把它装配完了，到时候欢迎你来试试。老师，我可以带另外一个朋友来拜访吗？当然，欢迎你。还是不行。嗯，学大提琴的人本来就少。你原来那把琴在哪里买的？我马上去订机票，明天我们直接飞过去。我就不相信买不到的人让你满意的。没错，有时候买琴是一种缘分，强求不来的。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来，我来忙。做了一个艺术家做做个屁啊，哎，那个瓶子我们家冰店也有，哎，可以修，不过需要一点时间。太好了，那一点时间是多久？因为需要一点材料，所以如果在国内找不到的话，必须要专程到国外去找。那到底能不能在他演奏会之前修好呢？老师都说需要一点时间，你就不要再问了吧。好了，你对不起我干嘛去？看到的那把琴已经装配好了，好漂亮的琴哦！要不要试试看？好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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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琴声还不错。
换你啊。你真的好可爱啊。说我可爱，啊，你可爱吗？现在种下去要到什么时候才会长大？下次你跟美珠再来的时候可能就长大了吧。那么久以后的事谁知道呢？所以你跟美珠都要加油哦。现在那我们一言为定，你跟累的这一颗要好好加油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再回来。美珠没有跟你说吗？我跟她还有累都是好朋友，不管怎么样只要细心灌溉，我相信有一天，他们一定会变得更茁壮，不是吗？